香港仲是一个小渔港，凭住几代人的创意和拼劲，到了今日，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资讯流通自由的国际都会。到底是香港人的创意令到香港高速发展，定是香港这个咁独特的地方令到我们的创意得到无限的发挥呢？你去哪里？我不想见到你啊！我喜欢香港生活的节奏，我喜欢节奏快的东西。一离开香港，我就很容易挂住啊！我好想吃鱼蛋啊！我好想吃一些香港地道的东西啊！关于香港的东西，我有很多东西想讲，咁但是我想紧有咩系我会讲得最入心呢，就是可能讲翻一些我哋自己呢个年纪的一些生活咯。其实今次就是一个叫做香港四重奏的一个合作的 project 咯。电影节找了四个导演，咁就系包括我好中意嘅陈果导演啦、香敏导演啦，同埋刘翠瑶导演啦。咁就加埋我，咁就四个人一起拍了四个不同的短片。主题其实就是跟香港有关啦。咁好好嘅电影节就是冇限制我哋做任何题材。我自己個就是一個愛情的短篇作品嚟嘅，咁啊關於一個人在尖沙咀，一個人在太子，一個飲醉酒，一個肚餓，咁就相遇。其實個故仔是冇任何大的 drama 喺裏邊嘅，但係全部一些很生活、好生活的奇遇，例如他哋行到去街，跟住遇到有人問佢借錢啊，一些很香港人成日會遇到的嘢。小姐，你好，小姐，我想問你借幾十蚊啊！我就趕住去醫院，我婆婆咧就嚟死啦，我要見佢最後一面啊！你有冇幾十蚊可以借錢俾我先啊？幾十蚊夠唔夠㗎？夠㗎啦，夠㗎啦，幾十蚊夠搭的士就得㗎啦！哇，咁多！你快啲去揾你阿婆啦！咁真係唔該曬你啊，俾翻你先。由太子到尖沙咀呢段路其實有好多個地段地標，我哋其實唔會留意，但係原來裏邊有好多好得意嘅空間，好 graphical， 好靚嘅。呢個係好香港特色的一段路，咁我將嗰啲好靚嘅嘢拍出嚟。因為我自己喺呢個地方長大啦，我希望我自己作品係同生活掛鈎，即係我希望我係實實在在地存在喺呢個城市。我做呢件事的時候，可能有一些很 indie、很獨立片的風格的東西，咁好多謝阿田，好包容，亦都俾咗好多，俾咗好多 inspiration 我哋。好緊張。我諗除了做電影之外，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很想試其他不同範疇的東西，包括短片啊，之前有幫電影節做啊，包括一啲 MV 啊，一啲廣告啊。點樣令個創作生命可以即係豐富啲？其實做自己想做嘅嘢，不管以任何形式。我呢個年紀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你真係好幸運，因為好多人喺你呢個年紀嘅時候，其實都未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咁我好幸運地，我遇上一啲好肯教我的前輩，好肯沿途一路提點我咯。8000蚊買張凳，你好多錢使咩？其實做電影有好多嘢顧慮，市場啦、budget 啦，所有嘢對我嚟講，呢啲嘢都好複雜。但係冇嘢揀得過，我真係中意嗰件事，喜歡我自己創作，同埋喜歡我所拍嘅人物或者故事咯。好細個嘅時候，我又好中意畫畫嘅。其實由我阿爺開始已經係做一啲象牙嘅雕刻。我諗可能係呢個原因，我對一啲立體嘅嘢就好敏感。我覺得產品設計就第一個感覺都幾好啊，自己做嘢可以自己用翻好實際咁，跟住呢個就另外了解呢樣嘢，跟住我就覺得有一樣嘢就係話產品設計其實係真係可以融入喺個生活裏邊，而好嘅設計幫助到人嘅生活。
即係如果你睇我哋嘅風格，可能係會比較上係簡約啲，都好多人會覺得係有啲禪嘅感覺。咁其實真係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冇話好刻意點樣去做。咁只係我相信，如果我哋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解決咗一個問題，可能係一個最好嘅方法。所以喺好多我哋產品裏面都嘗試係即係盡量做到佢越簡潔就越好。公司其實係代表緊一個地區嘅，睇翻其他地方嘅航空公司，其實都有咁嘅例子，就係揾設計師去設計餐具，因為其實都係想將自己嗰個文化透過一啲方法去帶到俾不同嘅國籍嘅人啦。而國泰咧就佢當時嗰一個 project brief 咧，即係佢嗰個佢要求咧就係話。佢要表達到一個香港嘅文化啦，地方嘅特色。我哋嘅文化係啲乜嘢嘢咧？我哋係咪真係將呢啲文化係現代化咗佢咧？我點樣可以將一個現代化嘅亞洲文化擺咗落去一套餐具上邊咧？點樣表達咧？咁米通，我哋覺得就係一個好普遍嘅一個，即係大家屋企都會有嘅嘢啦。對於亞洲人或者香港人啦，就會係好認識嘅。第二樣嘢咧，就係米係中國人一個食糧啦，亦都係米要經過辛勤咁樣去耕種，先至得出嚟嘅結果，亦都係中國人有嘅一種美德啦、特性啦。咁幾樣嘢加埋，我覺得好似係米通碗係一個好似好合理嘅一個選擇。喺法國嗰段時間，令到我更加了解到究竟我嘅根喺邊一度嚟嘅。我諗好似我哋要攞住一啲過去我哋有嘅嘢，一啲舊嘅嘢，可能係一個文化，係一個歷史。喺上面我哋點樣可以再將佢即係再將佢帶前行多一步？我呢一部分嘅展覽嘅主題就係叫做舊物重造啦。咁原因我自己都好中意舊嘢嘅，咁一直咧就執咗好多舊嘢。嚇呢張就好多人會覺得靚嘅，因為覺得呢個好貴咁樣。咁垃圾堆裏邊揾到一張咁嘅藤墊，但係上面已經爛曬啦。不如索性擺喺個透明嘅箱裏邊，睇落去令到張墊好似浮起咗咁。咁當個人坐上，好似坐喺一個浮起嘅墊上面。呢張咧就係我哋就淨係用咗凳嘅一個耳 pan， 喺屋企一路睇電視嘅時候，又可以擺一啲零食喺隔離，你可以咁樣挨住咁樣坐喺呢度，可以擺杯茶又得，擺啲零食又得，或者係由一個人坐去到兩個人坐都得，即係個背喺呢度，咁呢度坐一個人又得，或者呢度中意坐另外一個人又得咁。呢盞燈大部分我哋見到都係喺啲街市裏邊見到，咁於是就諗，不如諗下點樣揾方法將佢擺入去屋企裏邊啦。咁即係如果你喺全世界嘅設計歷史裏邊，呢盞生果燈可能唔會出現，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啲即係無名嘅設計，亦都唔可以當呢啲係一啲即係話一啲係一啲次等嘅設計，因為喺實際裏邊佢真係喺成個生活裏邊發揮咗好大嘅作用。自細都係中意畫嘢啦，畫畫啦嚇，或者畫漫畫都有。即係嗰時你畫咗啲當時啲好紅嘅卡通啊、啲動畫啊，啲同學仔就哇，即係排住隊咁俾你畫噶嘛。咁男仔畫啲男仔漫畫啦，女仔畫啲少女漫畫咁咯。咁你變咗好似佢又中意，你自己又畫得開心。好早就知道，其實你先係有讀者，你先有畫家，先有人欣賞你，你先可以即係推動你嗰個所謂嘅創作或者所謂嘅美術嘅生涯咯。為劉雲傑帶嚟日本國際漫畫大獎嘅作品《百分百感覺》，用咗整整15年嘅時間先至完成。雖然故事入面嘅主角青春依然，但係漫畫家同埋讀者就已經步入中年啦。你要錯一定係做到最好啊，做到自己覺得滿意。你話一生人裏面有啲嘢可以代表你嘅，可能有啲人幾世人都可能冇一啲。喺依方面嚟講，我覺得就冇乜遺憾嘅。獎項咧，我覺得時候會開心嘅，但係會令人哋會鬆懈嘅。可能有時候有啲唔好嘅意見啊，或者有啲你失敗咗經驗咧，
會令你會即係會多到好多掌握啊！你會知道方向點樣走。因為薄妝型真係好香港地道，係要好多旁白，所以有少少插圖形式嘅演繹。100%感覺出版嗰時候係一個突破嚟嘅。呢種形式嘅漫畫咧係自己理想啲嘅漫畫嚟嘅，即係比較多啲漫畫語言啊，多啲身體語言啊，去演繹一啲故事啊，幾個 chapter 去講一個故事啊。以前係冇一個咁嘅形式，或者可以生存落去嘅一個形式嘅漫畫，咁其實一個冒險嚟嗰時都好好彩，讀者又好接受啊。其實即係香港一路都係一個。都幾時尚嘅都市咁，其實你留意到生活裏邊啊，周邊嘅一啲時裝啊，咁你當然一定要擺啲元素落去啦，唔係有邊有生活感覺咧？創作裏邊就係好多時候有個中鏡位嘅，真係沉澱咯，就好似去坐第啲嘢先啦。盡量阿凡佬其實都啊落到個場度咧，就盡量去享受喺場上邊嗰種開心咯，個人。即係閉塞嗰陣時候啊，你做一啲嘢咧，完全同創作冇關嘅，咁你個人會即係淨化咗，突然間咧你啲靈感多咗，有少好似發夢咁樣。咁同埋即係識咗好多啲唔同嘅波友啲朋友咧，咁啊可能傾好多佢自己嘅大家啲故事啊，好有刺激到我創作嗰個嘅作用喺度。香港人的創意就擺在他們如何生存得更好，如何快捷來到發揮的。其實做電影和做動畫的分別在哪裡呢？動畫滿足感會強一點，因為那個原汁原味是差不多接近十成出來，寫作的時候都很享受，不需要大家考慮說其實做拍不到的，或者我們要等很久才等到這個天氣的，其實沒有這些障礙的時候是創作很開心，那時候你會覺得哇，好像我們好像上帝一樣，我們創造了世界一樣。看動畫是我由小到大的習慣和興趣，所以基本上一轉咗做編劇嘅時候咧，你好快脆，你好想創作動畫故事。我講個秘密你知啊！我懷疑我哋阿媽佢唔係人，佢係外星怪獸。嚇！阿媽嘅精神其實就係以前嘅香港精神啊嘛。其實幾句説話真係講曬啦，就係阿媽精神能人所不能啊嘛，即係唔會病，唔會攰，唔會老，食好少，做好多。解決問題能力很高，慳錢大法是用小智慧解決的，即到尾整件事就是生存，如何生存得更好，如何帶領一家人生存得更好，正正就是我們以前香港精神。為什麼你夾親都是隔夜送的？你今天買的那些又不吃，吃留回明天吃嘛，那又是隔夜咯。我們用一個趣味的方法表現阿媽出來，其實優勝於我哋真真正正拍過阿媽踎喺廚房、踎喺廁所度洗衫個畫面，其實好難處理得咧。阿媽做咁多慘嘢咧，你覺得唔慘？但我哋個基調唔係要慘啊！動畫嘅語言咧同埋畫面，正正就可以呈現到一件咁平凡事，但裏面好有趣味。其實香港好少樂於講慘嘅故事嘅，呢個真係香港人特色嚟嘅。其實有幾慘咧，就算好慘嘅事咧，你諗下你身邊朋友咧，佢都加幾個粗口講嗰件好慘嘅事，令到嗰件事唔係太慘嘅。楊善寧首次監製同編劇嘅兩部動畫短片《我阿媽係外星人》喺香港同日本都獲得多個獎項，呢啲獎項嘅鼓勵令佢更加努力去尋找機會，繼續製作動畫作品。呢度咧就係香港嘅 Cinemark 啦，咁主力咧其實就係如果我哋有片嘅時候咧，就會擺喺度展示，就希望尋求買家嘅。咁你未必喺呢度咧係立即成咗事嘅，但係咧你會喺度建立到人脈，其實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咧，就會令人哋記得我哋呢一個片。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平台咁樣咯。其實喺兩三年前咧，冇乜人喺香港投資動畫長片。但是有一部動畫在中國電影收1億，第二年再收1億，所有東西推冧快。
咁當然啦，到今天嚟講咧，喜羊羊成功咧，其實都係香港嘅製作班底嚟嘅，係用香港嘅思維、香港講笑話方式去到做。咁而家咪證明咗啦，其實有呢個市場，都要有人懂得去叫啲觀眾入場，吸引啲觀眾入場啦。咁亦都係講緊香港人嘅創意咯。今天都仲係值錢嘅地方。其實創意我會覺得是解答問題咯，即係個顧客有一大扎嘅問題，你能夠答得去最好嘅一個方案咯。初初創業嗰陣時候，有個最大嘅困難，反而係咩咧？解釋俾人聽我做啲乜嘢噶啦，係，我做 computer graphics 咁，個個都拗曬頭，咁係乜嘢嚟嘅咧？每個人嗰個想像都唔同。咁嗰陣時啱啱大陸嘅經濟都係起飛，咁好多新嘅企業出現。咁啊企業咧，佢哋最欣賞嘅咩？呢個 technique 係咩咧？就係做嗰啲叫 flying logos， 即係佢嗰個商標哇好威咁樣掟出嚟咧，哇佢哋見到好開心。咁我哋就走訪咗好多間公司，咁咧都幾成功嘅呢樣嘢。哇！我哋嗰陣時咧，每日努力去諗嘅就係咩咧？就係點樣令到佢個 logo 更加黃金啊！即係出嚟咧更加 shiny， 哇！殘死人就最好。咁你俾得佢越金咧，佢就俾得越多金你咯。即係咁就變咗係第一桶金就係個客運翻嚟。而家公司規模其實有幾大部分喺國內，翻國內嘅原因當然係降低嘅成本啦。世界又唔係咁理想嘅，如果係咁，你即刻移曬翻大陸就哇正啦。咁當然我哋第一次喺大陸投資設廠嗰陣時咧，其實都有，而家諗翻起都有九年嘅事㗎啦。咁其實你會見到依九年嚟，我哋都唔會完全移到，即係移翻去大陸嘅。咁有咩原因咧？其實香港仍然佢有佢自己價值嘅，即係尤其是香港嘅新一代啊。咁其實佢哋都喺創意上面，我都好值得保留啊，因為佢哋比較主動去接觸好多外邊嘅養分，譬如睇好多電影啦。譬如好簡單講下佢工作個座位先啦嚇，香港人就會搞到古靈精怪嘅，即係嘢就未開始做就係搞自己個座位，搞一輪先至去做嘢嘅。咁國內人咧就好少嘅，你發覺佢個個座位都係一樣嘅，即係唔係見到有太有個性嘅。從即係佢自己嘅座位，你會反映到，咦，其實香港人曳少少嘅，即係會係 more creative 嘅。近年可能我哋多開始參與就係 3D 啦。即係真正 3D 嘅製作，咁啊戴眼鏡嗰種，比較徹底啲地用嘅就係今次無限城市，我哋同香港館世博香港館做無限城市嗰條片咧。咁其實個 3D 嘅 idea 咧，其實都係佢哋政府嗰邊咧好早期已經有噶啦，咁都其實都幾前瞻嘅。今次難處因為咧，連我哋拍嘅裏邊嘅人咧個素材咧都係用一個 3D 嘅拍法。咁咧就變咗咧，就要觸摸埋佢嗰個立體個空間。咁變咗咧，我哋喺後期喺電腦做嗰個空間咧，要同我哋現場拍攝嗰個係完全吻合。咁其實呢個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難一啲嘅。其實我哋呢個香港館嘅內容展示咧，係採用好多呢個多媒體同埋呢個互動嘅設施去製造個效果嘅，咁我哋希望咧透過製作呢個咁嘅立體電影咧，能夠拍成一個咧係一個充滿節奏感、色彩豐富同埋富象徵力嘅一個短片，去顯示香港係一個充滿創意同埋呢個想像力嘅地方，可以令到參觀者增加佢嘅興趣，令到佢留下更深刻嘅印象。我哋當然係希望咧，透過我哋香港創意產業界嘅參與，令到佢哋可以喺呢個咁重要嘅國際嘅舞台上邊咧，係向全世界展示佢哋嘅才華。歷年嚟嘅世界博覽會一直都係各國向全世界展示科技同創意嘅平台，所以無論喺國家館嘅建築，亦或喺展示嘅方法，都一樣係創意十足嘅。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當然都要做足準備功夫，參與呢一場國際嘅創意盛宴啦。我哋除咗香港館咧，仲有一個展區，就係喺城市最佳實踐區嘅案例展覽入邊咧，我哋以智能卡、智能城市、智能生活就會做一個展區。嗰個展區嘅設計同埋個裝置嘅設計咧，亦都係涉及我哋創意產業界嘅。嗰個主要係利用啲多媒體同埋互動裝置咧，去介紹我哋點樣利用呢個智能卡。
同埋呢個無線射頻嘅科技喺生活上嘅各個好多嘅唔同嘅環節，方便咗我哋日常生活，同埋令到我哋做嘢更加有效。我哋喺成個六個月184天嘅世博會期入邊咧，會舉辦大概70場次嘅24項不同種類嘅文化演藝演出。呢啲咁嘅活動咧，唔止係喺嗰個世博園區入邊，亦都係世博園區以外上海嘅主要場地咧，包括上海大劇院啊、東方藝術中心啊、上海戲劇學院呢啲咁嘅場地咧，係演出咧。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一個城市要發展它一定要不斷更新，你要更新一定要有創意，不單單對文化的發展 有推動力，對整個經濟發展都很有推動力，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城市都應該很重視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接下來是全家福祿壽。